我们在座的所有敬爱的品头兰，我们的长官，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亲朋好友，大家好，好。原住民的命运由原住民来决定。今天感谢全国的乡亲把黄人送进立法院，为我们不公不义很多的事物，由我黄人在立法院来替大家发声。反族群歧视法、原住民的居住正义、学校法赶快通过。